价格将上调，预计上调幅度为每吨250元左右。井上基金管理层在中期策略中指出，从商品转向服务，某些大型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断增加，全球市场跨区跨地域流动性极高。公司未来将会在十家有望进入创科板的企业目录中，持续关注新型旅游公司、生物科技公司和电商服务平台。选股策略上，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符合宏观经济的周期行业。资金面上，早饭做好了，我再去睡一会儿。嗯，政策利率预计保持不变，资金利率将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日前，高盛私人财富管理投资策略组亚洲区联席主管表示，2019年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将有所放缓，预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0%，略低于前两年的3.2%。目前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仍保持高于增长水平。得往里口接素文。经济增长水平。知道了。经济衰退风险维持在。千万别生气了啊！严小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把苏文喊过来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她不仅是我的前女友，我们还是校友啊。对呀，你想呀，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同学，如果我单单没叫他，你别人是不是会多想啊？我不管，我好好的一个婚礼，要是今天被他给搅和了，那不会，你放心，肯定不会。苏文这个人虽然说话比较直，但是不会乱来，啊，请进。苏文，你来了，欢迎欢迎。来了。出来，有话说。既然结婚了，就做个好丈夫，多顾家，多疼老婆。还有啊，你那妈可不是个善茬，以后啊，多向着自己老婆点儿。真漂亮，新婚快乐！拿着。
哎呀妈呀，哎，疼死我了。脚怎么了？两边都磨破了。你懂什么呀？这叫高跟鞋吗？这叫战靴，懂吗？上战场必须穿着它才有气势。出息吧你，参加个前男友的婚礼，怎么就成上战场了？哎，对了，婚礼上怎么没看你家许攸宁啊？他跟老严不铁瓷吗？约了客户了，跟老严打过招呼了。晚上高铁啊？我啊，9:10。不能住一宿啊？公司还有事儿呢，下次吧。哎，新发现一特好的地儿，连吃带玩，带你去享受一下。今儿我请客啊。大方啊。那是，老公刚上交了工资。哎呦，忍忍，不是我说你啊，都什么年月了，你还用现金，不嫌烦吗？也只有许攸宁好脾气，会一直配合你。安全感，懂吗？别人给的都不能叫安全感，懂吗？哎，你真的打算一辈子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永远不出来工作了？攸宁愿意养我，我为什么要出去看老板的脸色？你不在外边看老板的脸色，就得在家里看老公的脸色。陆阳，幽宁同事，你帮我接一下呗。哎，你好。好，好。真真，把车靠边停一下。怎么了？靠边停吧。快快快快点！啊！三爷，等等，刘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信？过过过过，这边。我也刚赶过来。走。快，不着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进，请进。方董，这是幽宁总的父亲。啊，请进。行，请您进。谢谢。请进。谢谢。请进。谢谢方董。放到这边来。嫂子，您多保重。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公司来出面的吗？都安排好了，骨灰一会儿安排运回老家下葬。啊，
你就留在这儿，有什么事情及时联系我。好，明白。哎，老爷，这里面怎么就挂了张照片啊？哎，咱们看。听说脸已经撞得不成样子了。是吗？这么严重啊？走。高俊大律师，咱们还没加微信呢。啊，走吧，走。阮真真是吧？哎，你们谁呀、啊？想干什么？我们找阮真真。有事说事啊，别乱指，都给我放尊重点。你就是阮真真吧？我们是许妖宁的朋友，找你有点事儿，咱们换个地方聊聊。你们有话在这说。那也行。你跟他废什么话？许妖宁借了我们的钱，已经到期了，你赶紧还了啊，不能再拖了。借钱？没错，赶紧还钱。许攸宁刚刚去世了，你们知道吗？知道，我们也是看了新闻才来。不过这人死了，他媳妇儿不还在吗？你把钱给了啊？对，丈夫。哎，说什么呀？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家人刚死就上门要债，还讲不讲点道义啊？再说了，你们说欠债就欠债，借据呢？借据当然有了，有拿出来。哼，你算老几？一边去！别废话，赶紧还钱！就放尊重点啊！全家都收到电报了，一边去，谁来都得还。年轻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人死了就要赖账吗？啊！干什么？要动手是不是？要打打我啊？干什么呀？哎！几位大哥，容我问一句啊，你们今天呢是来要债的，还来打架的？当然是要债的。那就有话好好说。你也看见了，我们这有个孕妇，你要是把她磕了碰着。谁能负得起这责任啊？啊，对啊，要打是吧？往上打呀，使劲打呀，使劲打呀，打呀，打呀！喂，啊喂，是阮真真吗？你在家吗？有你一份快递，下来取一下吧。喂，哈，你就是阮真真，有一份您的法院专递，您签收一下吧。哎，哦，对了，许攸宁您认识吗？啊，我看您俩地址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给他打电话也没人接，要不您也帮他签收一下。什么信呢？哦，法院的。您也认识他吗？
的律师朋友说了，这官司难打，签字、手印，连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转账记录都有，对方证据太全了。如果能证明借款协议上真真的签字和手印都是伪造的，许由宁借钱的事儿他确实不知情，这就不能算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就有可能把他摘出来。这个表哥借钱的事儿嫂子真一点都不知道。那表哥借的这些钱存在哪嫂子也不知道吗？珍珍，你能不能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把这破手机给扔了？听见没啊，阮珍珍？哎，你坐。阮珍珍，嫂子，把手机给我，我找人给你修。修好了能怎么样？许由宁把卡上内容删得干干净净的，你还能找到什么？哎，别急，别急，别急。我能不急吗？你看他现样子，跟活死人有什么区别？阮珍珍。你说句话，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许由宁拿你的身份证去签借款协议，现在所有的债都落到你身上，你知道吗？家庭主妇没有你这么做的，许由宁给你造个壳，你就真钻进去，世界隔绝，万事不管，任由他骗。他不会骗我。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都是什么？是污蔑、圈套、阴谋。行了，我不管了，你的事儿我都不管了，行吗？我今天就回广州。哎，文姐，文姐，文姐。嫂子，嗯，刚给你打电话来着，那边有个停车场免费，走过来就十分钟。坏了，嫂子，我没带身份证。嗯，没事儿，那你就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这，那不行啊，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呢？没关系的，你先回去吧。你好，同志，我忘带身份证了。您看报身份证号行吗？我这一查，不可以。不是，我报身份证号。对不起，先生，不可以。麻烦你把通道让开。阿刚，你店里这么忙，你先回去吧，不用陪我了，真的。那你结束了，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嗯。协议签订时。许由宁称自己的妻子阮珍珍有事不能前来，带来了已有阮珍珍签名的借款协议及阮珍珍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所以我的当事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被告阮珍珍对借款知情并表示认同。字不是我签的。
这款协议上的字不是我签的。我的当事人与许由宁在现场签订协议后，按照协议规定将钱分成数笔打入许由宁指定的多个银行账号，其中就有被告阮真真个人名下的银行账号。锦上控股集团委托咱们所作为第三方机构对他们的子公司锦上基金进行一次财务检查。索安，这次是个机会。徐总，你自己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怎么会突然去查锦上基金呢？既然要查就有问题。那有什么需要特别针对的内容吗？这个他们没说，你就当常规的财务检查，有问题吗？没问题。阮真真，张老板，张老板，娟儿呢？咱能不能别这么折腾？你觉得这钱能赖掉吗？啊！你要非这么执迷不悟，那就只能是鸡飞蛋打，身败名裂了。哎，张老板，冷静点，千万不要在这里起争执。我不够冷静吗？张老板，我还有很多细节跟你谈呢。来来来，进去说。喂，你的情况怎么样？还行吧。行什么呀，姑奶奶？我豁出脸面不要，求爷爷告奶奶，好容易托老严给你找了一个律师，你为什么不跟人联系？这官司找律师没有用。有没有用要试过才知道。费用的事呢，你不用操心，我给你兜着。你听我说话呢吗？听着呢。我再把电话给你发一遍，你赶紧给人打电话，人等着呢。态度好点啊。看到了，马上跟他联系。你好，阮真真是吗？是。苏儿让我跟你联系。您好，是高律师吧？我正想跟您联系呢，只不过刚刚一直在地铁里，不太方便。哦，这样啊。那您先忙着，回头我有需要了，我再找您，好吧？苏儿把你的事情简单和我说了，有些事情电话里不方便，还是见面聊一下比较好。你在哪个地铁站下车？我正好也在外面，过来接你。不用麻烦了。不麻烦。你在哪儿？那还是我去找您吧。也好，我在海地区法院这边，你直接过来吧。听到了吗？抱歉，手机刚刚信号不好。劳驾您在法院那边等我一下，我大概15分钟以后到。好的。
阮真真，高律师，上车，这儿不让停车。安全带。我来南州这边出差，行程很紧，没多少时间给你。我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聊，没问题吧？可以啊。你的案子上午调解了是吧？不瞒您说，我没打算请律师。为什么？没钱。是个大问题。其实就算你有钱，我也不大愿意接熟人的案子。不过人情拖过来，总不好一口回去。就像你一样，明明不想见我，可碍于朋友的热心，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应付我一下，对吧？人情社会，没有谁能真正活得那么洒脱，毫无顾忌。吃个简餐，可以吗？你也是恒安一中毕业的，哪一届啊？比你高两级。难怪看着面生。那您是在哪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平时接哪种官司比较多？北陵维景律师事务所，平时接的金融证券、经济纠纷的案子比较多。最近在南州接了个案子，怎么样？满意了吗？需要我给你看看我的律师执照吗？我和许攸宁是同学，上学的时候关系还算不错。你没有必要怀疑我的东西。而且坦率讲，你现在官司缠身，身负巨债，也没有什么好叫人骗的。嗯？还有，虽然许攸宁的借款证据确凿，但是这种官司不见得一定输。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抓抓紧好吗？两位中午好，我们今天有情人节特供的情侣套餐，很划算的，请问需要吗？不用了，你们家的 A 套餐两份，谢老板小米粥。好的。卷宗呢？给我看看。他一直用你名下的银行卡转账。是。为什么？为什么许攸宁要用你的银行卡转账？
家里的银行卡一直是幽宁管的，我不清楚。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工作，你继续。这些年我都没有出去工作，家庭收入除了幽宁的工资以外，就是他做投资理财的收益。那些协议的借款用途。喂，啊，我是。我回到酒店立刻就传给你。继续。协议上的借款用途是用于投资，我没有办法证明我并不知情，我也没有办法证明那些钱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你好。啊，好，我知道了。我最近肠胃不太好。夫妻共同生活并不限定于夫妻日常家庭生活，对吧？没错，他投资的赔赚也算你的。这些钱你之前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几乎每一个人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宝娟，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那许荣宁有没有留下什么其他有用的线索？比如说短信记录、微信聊天什么的，跟借钱有关的。没有。他的手机在事故中已经摔坏了。存储卡没恢复一下吗？那他的电话卡应该还在吧？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没有。什么记录都没留下，这不合常理啊。那除了这几千万的债务，你觉得许幽宁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向你隐瞒着？比如不道德的男女关系。高律师，我坐在这儿是想跟你讨论官司的，不是让你来诋毁我的丈夫。真的是诋毁吗？
这是许先生的手机，我是他太太。肖邦专卖店。好，请问一下，你们的店在哪儿？姐，你要的文件。姐，你吃的那是什么营养品呀？给我也推荐推荐呗，我想跟你学学，养养生。你还年轻，用不着。哦。姐，老王一走，总审计室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我看吴松荣这两天往那几位老总办公室里跑得可勤了，准是有想法。少八卦，多做事儿。哦，准备一下啊，过两天跟我出差。好，去哪儿？怎么样，联系上了吗？你在哪儿找了这么个垃圾啊？旧场景，你编织的剧情又重演，摔碎了。
遥不可及的憧憬，脑海中转不停，为你放弃了所谓公平，拼凑出支离破碎的坚定。我偏见自己的愿。